位亲爱的亲们好，我是 Rins。 上一次呢，我拍了一期豆子，很多姐姐的话都收到货，都说哇塞 Rins 这个颜色又辣又绿，而且还是 18K 金镶嵌的，收到货的话全通通都是好评。这一次呢，那个老板娘家的话出来很多 18K 金的绿货的葫芦，咱们去看一下。老板娘，胖子，你终于来了。我终于来了，给你半星期，昨天怎么没来？昨天生病了，赶紧看，有点不舒服。多你昨天给我发的就是这批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刚相出来的这一个，这批好看耶，非常好看。天哪，目标很明确啊，就是这批葫芦。上次那个豆豆好看，很多人收到货都好评了。那一个真的很漂亮，你给我那个价格，我真的是亏死了那一个。这个你怎么打的？来，我把新的挑给你。小的这个应该是一批吧，一块料子的，这些。哎，你老公呢？跑料子去了，因为我平常来的时候都是她老公在，然后今天的话是她在。你看一下，这几个色是最好看的。那几个呢？一起看一下呗。可以，这几个也挺好的，但是色头稍微小了一点就是了。个头稍微小一点啊，但这个形状好像没有这几个形状好哎，我感觉。这几个比较饱满，而且色又好。这些的话全都是18K 金的，这个可以挑的嘛。有毛病的我不要，你看这个就有毛病。哪里有毛病？有，色那么好，上面有一条纹，色那么洋的，你看这种不算毛病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边明显的有一条，这种我不要，我就要完美的。这种真的不算毛病，我咱们只要不是裂，它就不算毛病。我自己挑。行，没事，你挑。你挑，他们家这种小金鱼好好看呀，这种的话就特别适合夏天佩戴，这种绿色的啊很养眼，而且的话色很好看，关键它那个葫芦是有种有水有色的，而且还是 18K 金镶嵌的，后面的话是全部都垫了封了底的啊，但是没有垫色，你们可以完全放心哦。打包的价钱好不好？6500，怎么谈呀？没给你开价了，这个你真的得好好看。哇，这个是这个好看，这个你看这个好小哦，这个就不想要。那个个头稍微小一点，这个个头就小了一点，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小的脏的杂质。我打包的价钱看你的喽，如果价格合适，我多挑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说嘛，能给、啊、就给你了。你真的要好好给价啊，不能乱给啊。这几个颜色不行，然后葫芦的形状不好。那没事，你看，挑吧，我就挑这八个嘛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啊，随便你挑。这6000多怎么谈呀？那你说多少？比我上次那个豆豆还贵。我这个色也很洋，而且它不干又有种水。我知道，就是有种有水有色。上次那个豆豆才多少钱？你这个打多少钱？不行的，上次你那个价格给我，你不提我都不生气，你一提起来我就火大。你看，真的不行，我打包的价钱，好给，好不好？这6000多的咱们就不谈了，就按照上次那个豆豆一样的价钱。不可以，这个真的不可以。这个色很洋，这一个，而且又有种水了。就算上次那个价钱了，我一起收啊，姐姐。你看我这个镶嵌法真的是好香啊，这个。哇，你看这几个葫芦，品质是最好的。还剩了一些货尾给他，我就要拿这个拿回去。我觉得这一批的话品质很在线。你看每一个料子的话都是种水非常非常好的，就算3500了，多的咱们就不谈了，好不好？跟上次那个打包了，快一点了。不可以差太多，你都把我货头挑去了，那我这些我也可以了，下次还多多来的。道歉，你看细水长流，你上次把你那个豆豆卖给我了，我这次葫芦不是又来了吗？那个豆子的金刚葫芦啊，全部一起盘走，别人家是有7个葫芦啊，我这里有8个，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的。可以了，我打钱给你姐。哎呀，真的不行了，你卖了给你玩开心，还要交学费呢，差很多啊！你这个真的差太多了，这个。你好，上次那个钱死活转给她老公，她都不要，太低了。就这样了啊！你看上次那个豆豆卖给我了，我这次葫芦一起给你打包，那不是很香吗？对不对？真的差很多啊！总价的话就这么多，一单姐可以了。你把这三个都给我一下吧。快点，你还要忙其他的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嘛？来，这个价格真的不可以。我跟你讲，你而且你都是把我货头挑走，你看我这些色又好，然后个头又大，那你看我这种，我小的我能卖到这个价格吗？我是亏都要亏本的。我不管了，可以了，姐，不可以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行吧，可以的啦，阿姨。没有，真的下次还要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下次有之后你再叫我，好不好？你给我这个价，我下次都不想见到你了，给我放着，快点。没事，我给你转钱。真的差很多，发个消息给我，可以啦。不可以。我不认识你，这个的话拿回去直接配的超级美，鲜鲜的。你看我新货一到，马上通知你，第一个通知你。咱俩是真爱。来，你上身给他们看一下。
哇，老板娘的皮肤好滑呀，戴上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，YYDS 很在线的。对，就这样了，下次还要来给你打包，过去了啊。行，拜拜，收到了，谢谢。走了，今天的话淘了这一手的葫芦，姐姐们想要的话，评论区里面告诉别人子。满色满意的，种水非常好，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，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哟。